恒音乐公司近日宣布，12月即将公开的音乐剧《圣坛五人组》将由 Super Junior 影赫执导。《圣坛五人组》是著名的百老汇音乐剧，内容是描述五名少年组成的唱跳团体，透过歌舞传递爱的讯息，以拯救观众灵魂的演唱会型音乐剧。影赫的队友一生以及 2PM 灿盛、Highlight 孙东云等 idol 都曾参与演出，而影赫过去就曾担任 Super Junior 演唱会的舞台导演，还曾担任中国男团 TFBOYS 的演唱会总导演。这次挑战音乐剧导演更是一大突破，成为 K-POP 首位担任音乐剧导演的 idol， 而音乐剧将在12月中旬演出，粉丝们可以好好期待啦。